今天去野营，为了这次野营，我特别准备了特种兵军粮。柴柴是这样子的，饭菜啊有自家热包，还配了鹌鹑蛋、辣酱和咸菜，全都加热完啊，真的馋哭了隔壁啃面包的小朋友啊。开始干饭，鱼香肉丝饭，这个米饭、闻起来就是一股粽子味，鱼香肉丝味道很正宗的，鹌鹑蛋卤的也很入味。豆角牛肉饭，这个牛肉啊不是很多哦，但是我配了一个红烧肉的罐头，哇，这罐头不得了啊，肉啊都是巨大的一块块，真的好香啊，这个家里可以囤点慢慢吃。东坡肉饭，这个肉啊到嘴里要轻轻一咬就化了。咖喱鸡丁饭，我们配上豆豉鲮鱼一起吃，看看这个鱼多大，微微有点甜，而且不用担心骨头，哎，大口咬太爽了。压缩饼干，妈呀，像砖头一样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吃啊，它其实很松软，咬下去啊感觉里面还加了奶粉，据说吃这样一块哦，一天都不会觉得饿。四包料冲成一碗番茄蛋汤，看看这个蛋花哦，也太完美了吧，哦，就是现煮出来的味道，真的好喝。这黄桃软的我都夹不起来了，一般的罐头啊都特别甜呢，但是它甜度刚刚好。雪梨就是自己家里煮的水果羹的味道，开心到翻滚的一天啊。